这黑色魔众想干什么？牧尘，牧尘，你没事吧？快走，不然我们全都得死在这儿。凭你们还想拦住我？就算是殊死一搏，也必须拼上一场。你快点，我快抵挡不住了。拦住他！小姑娘，你再跑的话，你姐姐可就死在我手中了。别怕，我们谁都不会死。怀轩，要的东西都在我这儿，有本事来拿吧。